16岁台湾小魔女夺世界调酒赛冠军。酒杯、酒笛、摇杯满天飞，让人看得眼花缭乱。20岁陈玉成以利落的身手拿下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杯调酒大赛花式调酒项目冠军。今年比赛台湾代表队交出好成绩，29岁的邓琪柱拿下传统调酒冠军，16岁的调酒小魔女郭子玲则是学生组调酒冠军。陈玉成目前还是大学生，他比赛期间肠胃不适抱病参赛，17岁的调酒小魔女摘冠。而拿下传统组冠军的邓琪柱表示，这次制胜关键是莱姆加威士忌酒谱，配方简单但口感丰富。我们的酒名就叫蓝色天际。16岁的小魔女郭子玲则是目前全球最年轻的调酒冠军选手，她爸爸是调酒协会理事长，妈妈是调酒教练，在双亲的耳濡目染下，小小年纪也成了调酒高手。东新闻高雄报道。